太不专业了，那背课文能不能带点感情啊？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往事是描绘着未来的挂毯。你都没那营销号，做视频做得好。太早，乌鸦必死，跑闪。开始跟我闪现重置普攻。全军出动！呵哈！呵的！呵！呵！哈！呵！呵！哈！我的耐心。靠！靠！帝国亦可毁于谬言。我能回血，你能吗？你有皮。数密码的时代尚未到来。好。哎呀！地震碎片。但是。烦恼之物们在墓穴中沉睡。谁把我臆设的不是智能释放？他耗不过我们了。耗！这要是给我来个一闪，我不没了吗？先升个三啊，不急。现在一个 Q 我们死不了，来叫上乌迪尔。叫人儿。数瑞玛的衰落是注定的。哈！那乌迪尔怎么那么慢呢？快来呀！黄瓜菜都要凉了。如一日，雕。你不给我砸，这不随便杀吗？没有黑暗，就没有破晓。这我得补个车。仁慈，我愿意前往。来，赐我矫健，再见。这也不到闪啥。这你送人头，这就不太行。还不走啊？那你这不死了吗？这蓝 buff 不是给我了吗？
干哈呀你这这么客气要死儿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哈哈占卜我度过了许多岁月幽冥 Q 他明显不合适不如 Q 兵真他妈幼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平息行打不了死的人有大的吧那就打不了闪现加死那只能耗死怎么这都没扣死了呢死亡是一位严厉的女神写意因为意技能会停顿一下你们的精神意技能停顿一下我闪现不一定能贴到他了你狗头人正在走的时候放意技能他就会顿一下的看见没真服啊他们的死亡就要降临了这是干啥呀这勾引成功
出分离者还是西兰刀，就没有破晓。这石头人太幼了，出西兰刀的话不一定能行事啊。天空是无忧，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叫人怎么能行？我就一直跑，你俩就一直追，那我必死吗？那没办法，那这怎么着？不行，我得出分离者。你别送啊！这峡谷先锋给你放了双珠。这峡谷先锋就是这么让你放的呗。为了恩赐，愿意前往。哎，如果这乌迪尔死了，这个峡谷先锋在我这里，那创了给他钱不？有些好像也给呀。峡谷只要是谁的，创那一头那就是谁的。凋零，加死二。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峡谷是谁的，他就给谁。这把我得要个右，出点右，来个紫炎之力啥的。生与死之间，不如开 R， 我开 R， 他叫 R 走了。一看你不会杀人。你挺烦人的。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止。那稻草人千万别让我逮着你啊，你千万别让我逮着你，你让我逮着你，你肯定是完事儿了。先出紫炎之力，再出冰心，是描绘着未来的挂毯，千万别让我逮着你。跑得太快了，追不上。你们的灵魂将会被女神称量。化为尘埃。Shut down。
没什么办法呀。换鞋那是一会儿的事儿了，先不换，出完装备再换。好烦啊！空有点多呀，小龙嘛，把小龙绑了。那我这不给人打了吗？开大吧。什么出蓝盾？出什么蓝盾？是无用且垂死的星辰。漂亮。队友救一下！哎呦，我的妈呀！这啥 ADC？鞋换不起，鞋得一会儿的。必须一直赢才。Killing spree。
克斯怎么躲了个钉出来？我帮你刷石头人来，我闪一闪。哎呦，这无敌人不更废物吗？没有一个有位移的。这事儿永远都不会停息。吊死二，我先把吊弹打了。你想死是吧，稻草人？是不想死？你他妈是不想死？我问问你来，那拉克斯，我放你走啊！你自己不争气，那我就没办法了，你就没办法了。那石头人喜欢创，喜欢创，喜欢创。幽灵吊死二，打大龙。轮到我了吧，也该我了吧。稻草人，我吃个六百。谁吹波扣了？那都跟你们说了，别打了，快打。跟我比推塔呗，来看看我们谁推的快。再给我拆一个门牙，小兵儿。没推下来，哎。
给我杀他！小人！就要降临了。Shut down.蓝盾是什么梗？下边我五杀游戏结束，兄弟。首先换个水银海，然后来个大药，就没有破晓。哎，中推我全杀，我全杀，明白没？我全杀，天空是无有，都得死。我操你哥了！你他妈喜欢钉钉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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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没说过我全死？我说没说我全死？有点烦，哎，防御塔，抠着我了，给我抠塔下来个啥呢？等一下吧，等个150秒。来个谢婶不行，我想出15。大情侣吧，大情侣。为了恩赐，不太能打得动我。柚子不太用柚子。石头人要偷家，你他妈玩个石头人还要偷家？我已守候了数个世纪，我给你牛逼的啊！我给你牛的，你他妈咋的你呀？啊，你咋的呀？你咋那么牛逼呢？你再给我牛一个，我看看。亮牌，那我必须得杀他了，吃个600。An enemy has been slain.
们直接打，对面得过来守我，整个老破机器人这守不住，没用。ADC 没把我收集了，那我就活了。这拉赫斯挺准啊，是不是开了？Hey.